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鱼。我觉得他们家送货还挺快的，我是昨天上午订的，然后可以选择送的时间，我选的是今天12点到2点之间送，然后他12点一超过就送来了。今天晚上把它清蒸一下吧，不过好像有点大，我不知道吃不吃得完啊，还是一个盘子好像放不下。就网上订的时候它有选择可以把头尾切下，也可以把那个鱼肉就是做成那个 fillet， 然后它也可以把那个当中的鱼骨和鱼头帮你送过来，这样可以做汤，就是选择还挺多的。我是直接让它送整条的，然后这个里面也是已经清洗过的，我就把它很简单的清蒸了一下，放了那个葱姜，然后蒸完以后上面撒了一点鲜酱油。今天下午呢，我们要去朋友家吃火锅，我准备做一个蓝莓派带去。派的这个皮就是买的是现成的，这个是 Trader Joe's 买的，我觉得还不错。我之前做菠萝派用的也是这个，然后买了这个一盒蓝莓 cream cheese， 我买的是就是这种 light 的，这样就是热量可以少一点。玉米淀粉，然后这个一瓶酸奶，我之前也没有做过，今天是我第一次做，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Wish me luck。 那这个准备工作我已经做好了，我准备把它放进那个烤箱里面，不知道最后的成果怎么样，我有一点点小紧张。我的蓝莓派出炉了，看上去还挺成功的，上面这个蓝莓已经有些是爆浆的，然后烤的时候超级超级的香，现在有一点回缩了，因为我刚从烤箱里拿出来，在烤箱里的时候它就是膨胀的还要高一点。好啦，我们准备出发了。我现在是在下城区，又是超级堵，每次去那个 New Jersey 走隧道的话都超级堵，上次走那个 Holland Tunnel 也很堵，哎，我们今天走的也是 Holland Tunnel 对吧？啊，对，反正下城区就超级堵，要堵个半小时才能进入隧道。堵车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用的这一支唇釉，因为好多人都问，其实这一支我已经买了很久了，这支是那个 Clay Depot 的18号，这个系列好像评价没有特别好吧，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用的，它就是有点像唇油，我觉得因为它是比较油亮的那种妆效，还是比较显色的。对，有些人不是非常喜欢，我就觉得还可以吧，颜色也挺好看的。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我们还在下城区，还没有进隧道，太堵了，超级堵的，我们已经快要没有耐性了，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在四川火锅了，因为今天我们去的朋友家他是四川人，然后他给我们准备了四川火锅，据说准备了超多的东西。我们在下城区堵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进了 Tunnel 啦，天哪，是松茸，然后番茄，然后里面有那些是底汤，是鸡架，是鸡汤，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蘑菇，然后还有放了虫草花，哇，太厉害，闻着就好香啊，就是四川妹子做的重庆火锅底呀，这个是四川火锅底，你不是重庆，你是成都的，好厉害啊，就闻着就超级香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朋友准备的火锅，也太丰盛了吧，有点像店里的架势。我微微是在做川式的调料，现在是香油和蒜泥，还有什么蚝油是吗？他还准备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是干碟子，干碟子哦，干辣，但你说是不辣的是吗？它不辣，它就是很香哦，要尝试一下。这个是我们饭后甜点，今天我带来的这个蓝莓派有点爆浆的，还不错，对吧？对，好，相当不错了。对，我的头发都要炸了，我刚才因为吃火锅的时候把头发扎起来，扎成一个丸子头，现在把它放下，有点像那个金毛狮王的感觉。
我们现在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现在在进 Tunnel 之前的加油站加个油，然后就准备回家了，吃到扶墙而出，超级超级的撑。I'ma take your phone, or you should hide it in your pockets until you get home. Don't wanna see no tweets about the night we shared. Don't wanna hear reasons for it, baby, I don't care. I'm not just anybody, and I regret bringing your ass to all those after parties. You enjoyed yourself too much, and you ain't barely started. 地上都是这个落叶，哇，起风了。差不多快要结束了，这花好漂亮，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哎。反正我是喜欢一切的花花草草。这边这个花圃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现在是夏天的话它还弄得挺漂亮的，像秋天就没有什么。 Dahlia Garden、王哥今天穿得很 trendy 的，还拎了一个我的小包，哎，跟你这个裤子颜色还挺配的，哎，看上去很时髦的感觉，拎了个法式小包，暂时帮你保管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到这边的一个最大的 greenhouse， 这个是最漂亮的，而且这个地方它是一年四季都很漂亮。有种热带雨林的感觉，漂亮。